你们在哪里？A 都你们在哪里？B 都 C 位 C 位 and C 都 and SBI。目前，你公司怎样子让市场知道你的存在？大多数人是在等生意上面，没有主动出击的。所以说，请问你怎么会赚更多钱呢？你每个月花着多少广告费？告诉我们，你的生意目前是在积极、是主动还是被动？你知道呢？50%的广告是赚钱的，50%的广告是不赚钱的。挑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50%是哪一个50%。这边到底多少人是在做 marketing 的？其实我看一下，你每天都很忙很忙的。Yes or no? The only way you can make money is to make offer, sell something. Yes or no? 你一天都没有在开单的话，那你基本上是不赚钱的。所以请问你每一天你在做什么？最近这两个月左右，突然间呢，广告的效应低了很多。说单单只是靠一个管道是不行的，我们需要的是 multiple channel。 要称霸一个市场，首先呢，你必须要称霸它的心智。 T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。 你必须要把它做到顾客每一天都有机会跟你聊生意，每个地方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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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的水源就非常的足够。这是它的秘诀。今天呢， everything has changed。在整个东西我们做的是一个 message 一个 action， 我们要 hit 一个 customer multiple points， 很多的地方，很多的方式让你在他们心中留下一个无所不在的印象。说生意其实没有这么复杂，生意就是有没有每一天都在卖东西，那你有多少种不同的卖法。当顾客没有想要买的时候呢，整天看到你；当顾客想要买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想到你。